是把刚刚那个里面，然后把它一样，就是把活动的就是活动的空间，然后放在顶楼上。那它也是大量的直升墙，然后是就是透，就是采光性不错，然后也有通风的效果。他们比较注重就是采光跟通风，对，然后就是凉爽。那这个是有在建的，这个已经是建好了，对。哦，这已经。所以这个是都是活动中心？没有，这是学校。这是学校。对。啊、哦，可是这里面就没有运动场了，就是全部都是教室。对。大家就是一个空间可以看一下，因为它这个模型它是伙伴的。好。请你帮我们说一下。它是伙伴的，那它就是你看绿色的墙面就是植物，嗯哼，对，那它就是网子跟墙面都有离40公分，然后这样以方便就是修剪，嗯哼，那它就是很通风的一个设计，嗯哼，像中间你看都可以风都会进得去，那可以减少开空调，嗯，那这个树比较特别，这是不是他们为了这个树，然后掠过他们是没有把这个树给搬走，对，这两棵大树是没有撤走的。哦，对，他把它容纳就是在这个建筑物里面。那你看到它伙伴，那是让民众看得到，就是它里面的东西是很复杂的，但是它是很有设计。这就是伙伴的一个，那他们都有大的。音乐厅架，嗯哼 ，OK， 来看屋顶，屋顶也可以上去做休闲吗？对，它也是一个休闲的。嗯，可以跑步之类的。可以跑步啊？对，也很大，其实。因为他没有把刚刚那个概念放在这边来。嗯嗯，其实它不是真正的一个跑步的。对，它就是操场啊，不是操场的。对对，嗯，那可能可以在那办活动或什么的。对，那这一面就有大量的。那你说大量的植物在另外一面，哦，在这一面。对，它都是直升墙。什么叫直升墙？就是它把，就是植物就是攀升在墙面上。它很喜欢利用植物来降温，嗯哼，这样可以降低室内温度。嗯。然后植物它因为它不是就是一整面的，它就是有透风，那风也可以吹进去。哦，这比我们台湾做现在在推行的那个屋顶花园好像更，它这是等于屋顶花园吗？我看看，他们也有在做屋顶，就是他们有在做空中花园呢。哦，是这是空中花园的概念。空中花园在公寓，大楼。OK， 好。这边，那个。这个就没有，这个是净土，这个就我们就没有讲。嗯哼，对，这个净土它就是没有做出来。嗯，对，它只是它更特别的是，全部都是植物了。啊，这全部都是植物。哎，这有运动场啊。这有运动场，可是它运动场在旁边啊。你告诉我一下哈，它有运动场，它有那个吗？运动场，哦，这个运动场是平面的。对。它游泳池在哪里？这个是游泳池吗？对。嗯。然后是它做成几何图形的样子，是它觉得风就是可以顺着它这样吹进去。嗯。对，不管是任何角度都会有风。嗯。它是顺风的方式。嗯。然后它屋顶也是做大量的。
植物，就是很降温，只是然后它像这种圆柱体啊，它里面就是会有电梯，对，它设计是这样，但是它大量的植物，所以它就没有用冷气机了，对，它可以减少开空调啊。OK， 了解。因为热带地区他们比较热一点，是，对，他们就利用大面积的绿色，然后像这个，这个比较特别，绿洲摩天大楼，这是已经做好了吗？这个、正在盖。哦，对，它大概2014年4月就会好了。2014就是明年，对，四月就是再一年。然后你看它下面不是一大块是绿色的嘛？它把停车场做在这里。哦，对，我们现在停车场不是在地下室？他们为了通风，然后就是他们把它往上做，然后他们墙面就是利用很多植物，它透风进去，里面就不会这么闷了，对。然后他们这一点其实做得还不错，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就是办公室，然后在上面就是旅馆，然后俱乐部。俱乐部在最上面吗？对，俱乐部在蓝蓝的那边。哦，蓝蓝那个是俱乐部。对，他把三个东西聚集在一个商业大楼里。对，三个东西就是办公室、旅馆跟俱乐部。哦，这样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个30层楼高。对，那它绿覆绿，这栋建筑物是最多植物的。哦。墙面，对。最多是怎么？什么叫做最多？它这边有写750%的绿覆绿，就是绿色覆盖的，在它墙面上。对。好的。这栋比较特别，它比较让人家印象深刻。哦，是。所以明年就会盖好了。然后它四边的这里啊，一样就是电梯。哦，四边的柱子是电梯。然后下面就是停车场。这个蓝蓝的是游泳池吗？可能就是里面的景观。哦。对，一楼的爱情的景观。OK， 好。然后这个是正在营运当中了。哦。对，它是文雅酒店。它也很特别啊，它是三个就是酒店，然后另外一座就是办公大楼。然后你看它下面是不是也这样？它这个下面也是停车场。哦。那他们不需要我们的地下室都是平常都是做停车场，那他们为什么有没有说为什么他们把停车场放在上面？因为其实地面上地基可以不用打得很深，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台风，也不会有地震。哦，对，他们那边是一个很环境不错的一个地方，然后他们把它做上来就是。有些建案也很容易通过。为什么坐上来就比较容易建案很容易通过？就是因为不是都说地下室就是通风不良啊，然后或者是他们一定要什么紧急逃生出口什么的，可是他把它坐上来之后，他就是变成是开放式的。对，那大家也都还蛮喜欢这样的设计。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地下室了？他们还是有打地基，对，只是他们没有说地下室在干嘛。哦，不需要做这么深。对啊。哎，刚刚那个有地下室吗？这个他也没有说，所以应该是没有。有打地基，那就是一样，下面都停车场了，就一楼到6楼的停车场。哦，这样，大姐。